你的小熊饼干给我三块的话，这样我就比你多一块了。想得美，赶紧给我拿回来。那把你的给我两块，你比我多一块总行了吧？不行不行。那你给我一个，让我的小熊饼干有个伴儿总行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一个都不能给你。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羊给你馋掉。你想把我牙馋掉，你还费点劲。我要把我的小熊饼干里面倒上水，让它变大，这样的话就比你的小熊饼干还大。哇，我的小熊饼干真的变大了，吃小熊饼干了。妈呀，这怎么还两节了呢？我天呀，这怎么碎了呀？这怎么吃啊？这拿不上来了，拿不上来了，变成稀粥了。看来这回呀，这牙真得被你馋掉。你就准备下牙吧，我开始吃小熊饼干喽。真的很酥脆，而且有超浓的奶香味。每个都是小熊形状的，而且我还有一箱呢，这一箱足足600颗呢。这包这么多，馋了吧？不给你，不给你。当当当当，你看我这是什么？你有熊仔饼干，我这里有丹麦曲奇，一箱也是足足600克，都是独立小包装。哇，打开一个看看里面是什么形状的。哇，甜甜圈形状的呀。哇，这曲奇饼干好香呀，也是酥酥脆脆的。浓浓奶香味儿。我的熊仔饼干好吃，我的曲奇饼干好吃，熊仔好吃。你们说谁的好吃？